喊了。他早入会了。新歌终于要唱了。我看新歌哎，新歌没有看哎，我觉得很粗犷。好，那那唱新歌之前呢、啊，想要跟大家互动一下，就是。喵喵自己发明了一个闪电舞，对，有看过 MV 的时候，有看过 MV 都知道喵喵不太会跳舞，不过还是很努力的发明一个闪电舞，闪电是手这样子，大家跟我一起，就是七七，然后这样子放，对，然后我会唱副歌嘛，喵喵喵喵喵，电视台把你的心打开来，填满随心的色彩。那你们不用跟我这样子的上班，你们就是跟我一起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对啊，然后我也会跳一些其他舞，但是不用学我，就是这样就好。好，大家要做好防晒，我做的。逃跑监狱啊，然后他那个鸡就逃跑了，然后可是有人就假扮成鸡，
然后那个牛就笨笨的，然后他就，可是鸡就陪他玩，然后牛就突然发现，啊，鸡你不是鸡，鸡不会跟我玩，很可爱。对啊，我喜欢他那个牛。好，那。那我们我要直接 uncle 自动 uncle 了，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我爸有一只我的马丢在捷运站了，我今天把它带来的，对啊，然后刚刚表演前发现，哦，我的牛，哎，我的马不见了，然后那个马那么大，我也可以用丢，对啊，然后我表演完再去找吧，呵呵，好。开始了，慢动。这首歌叫《永远一瞬间》，大家可以放松一下。相互的连接，这时间与空间不变的改变，这永远。球。